我拿椅子。推推推推推。我拿椅子。推推推推推。下去泡一下，下去整个蛋蛋。来吃了趴着的张瑞丽起来。北京与天津交界，大岭后隧道这儿啊，隧道着火了，里面车着火了。完了，这车人都跑出了，连车都掉头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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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火越着越大啊。6月9日，北京与天津交界的京平高速大岭后隧道内发生事故，已有车辆起火，浓烟滚滚，隧道内民众弃车逃出，现场视频很快被当局封杀。微博上现场民众发视频说，12:50许，京平高速北京平谷段大岭后隧道内发生事故，隧道口冒出大量浓烟，遮蔽了半个天空，隧道外很多车辆被截停。视频中的现场民众说，消防员不敢进，大事件，隧道着火了，没过来的千万别过来了。北京与天津交界的大岭后隧道里面的车着火了，完了完了，人都跑出来了，这火越着越大，里面还有人都捂着鼻子出来，好几个。还有网络视频显示，有很多人从隧道跑出来，站在路边的绿化带中，有人疑似被烟呛着，激烈的咳嗽，还有一位女士带着一只狗在哭泣，有小孩喊妈妈的声音。还有现场网友上传图片显示，从隧道跑出来的人被火烧得全身漆黑，面目全非。有路过现场的车辆司机在网络上分享，我路过这里掉头了，烟很大，希望无伤亡。微博很多网友质疑，又是新能源车，都轮胎都平了，看看啥都完了，苞米都完了，从种吧，种的粘苞米，说这花这个叶都打掉了，车上茄子辣椒都得重栽了，都得打完了，黄瓜卤锅都平了，背可深了。哈尔滨的6月8号，这小鸟打的呀，希望能渡过难关吧，这病毛越来越大，有啥好能。2024年6月8号下午1:50，哈尔滨市厢房区下了几十年来罕见的特大暴雨和冰雹。据70多岁老人说，活这么大年纪，头回见这么大暴雨和冰雹。最大的冰雹竟然有2厘米多。
6月7日，深圳航空公司的 ZH9118 次航班从北京飞往深圳，在登机舱门已关闭的情况下，两名外籍旅客突然要求下飞机，引发了其他乘客的恐慌，纷纷要求下飞机并重新进行安全检查。乘务人员表示不希望出现这种民族歧视的情况，乘客不满，指责崇洋媚外。安全工作对于安全意识的执行，我们非常能理解，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的工作。咋相信呢？咋相信呢？请大家先稍微在座位上稍坐，休息等候。你开门让我们走吧，好不好？同时也不希望大家发生这种民族歧视的情况。中国航空的旅客还是允许下机的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稍后将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后续的决定。对民族歧视，你在崇洋媚外，我操！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